转很圆都不要紧，知道吗？好，它这里就是折，这里就是转，好，你就可以运用，你也可以全部转，你也可以全部折，你也可以什么？啊，大部分你写这个地方的时候都是折，没有转，其实它是可以用一点转，它才有韵味的，话不会变成味，但是呢，这样写根本就是不能说你错。我说过了，那个草书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式的那个写法。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鸟我们怎么写我们来看看，假如说这个鸟，我如果这样写我如果说本身把它这样子写然后做了这一边的转折，然后拉下来然后这样写这样看得出来，比较看得出来是个鸟，就是说它这边没有做了，没有结束，接的这个，然后把这个竖再写出来，那所以说，假如我们写成了这样，写成了这样的话，就这个撇这一个变成了竖，这个变成了竖。那换句话说，我们做的这样来看假如说这样，它就是合理的写法。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如果这样的话，就这一个是竖，这一个是接到里面去转的，不转而已。看出来了吗？那所以我们正式写起来就是这样我们正式写起来就变这样那么这样的意思，这一个就已经变成了里面的，这一个才是代表的数。这样就是。